体重112，这么瘦啊？是男的吗？那显得我很肥，腿长，这也算体型。我觉得男生要会开车。不会开车呀？没有驾照这个不 OK。先放旁边好了。这是王一博啊，一博，你是期待自己到了适婚的年龄就马上结婚吗？我是挺想早点结婚。那你呢？我觉得都好，然后单身有单身的好，结婚有结婚的，但是关键在于那个伴侣是谁。正常年龄就三十岁。那还有这算晚十好几年呢。30岁结婚，多少岁要孩子？就没想好。一博，你先洗下脑，幻想一下我18岁。你用眼神让王一博无出茅庐，什么都不懂。从现在，他从小到大只见过他妈跟他舅妈，他没太见过别的女孩，所以说这是你第一次的一个第一次暗搓秋波。乌拉拉。从柳岩姐的眼神里面读出什么？喜欢，然后害羞的感觉。来，第一个是谁？这是王一博啊，腿长，有收入没有啊？没收入没有，没收入没有。一博，你要改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？不善于表达吧，就可能我会想再为他多做一点，但有时候就可能就表达不出来那种像。好，知道了。当然我想改一个毛病，就是过于爱表达，然后话太多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和一博我们俩可以分享一下。我们要学会勇敢和主动。哎呦，对，要张嘴说出来，不要怕失败。对。因为有时候想当然的话，错过了就是。一博没有失败过。一博还没开始过呢，怎么可能会失败呢？要大胆的说出来。对，爱的话就大胆的说出来。